今日你六个英文字，唔知你读得啱唔啱呢？途径或者权利呢、这个字读 access 呢一个即时信息应用程式，佢系读 Skype。咁外国人呢，好少会将个 P 读埋个喷气声嘅，所以呢，可以读成 Skype。Sky 呢一个睇电影或者睇剧嘅软件，佢系读 Netflix。注意唔系 flex，系 Netflix。经济呢一个咧，英式英文咧，第一个 O 咧会读成 economy，美式英文咧会读成 economy。样板呢、这个字读 template，注意个重音咧系喺第一个音节度嘅 template，值得欣赏的。佢系读 admirable，你读啱几多个咧？